哦，唔似香港變咗一個好似好多方言啊、大話嘅環境，俾到下一代嘅小朋友覺得呢啲係啱嘅事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正义嘅猪猪侠翻嚟为香港人打气啦！港人 YL Spidey 最中意变身成猪猪侠，周围同大小朋友影相，为大家带嚟欢乐。你哋有冇见过佢呢？最近两次大型公众活动 YL Spidey 都有参与，不过就蝙蝠出巡。点解唔全套 Spider Suit 上阵呢？用翻自己身份嚇，用翻真係自己身份，着翻一啲同翻蜘蛛俠有關嘅衣咯嚇。第一日係白色衫啊，6月9號啊，白色衫，但係個個見到我係紅色衫，覺得咦會唔會係唔係真係有心人行，或者係可能見我嚟影嘢喎咁啊？我真係想為翻香港發聲，因為我真係香港人。YL Spidey 系蜘蛛侠嘅超级粉丝，佢度身订造咗5件唔同年代嘅 Spider Suits，仲改装咗头罩同埋蜘蛛眼，戴落更加贴服透气。佢就连 Web Shooters 都系自己设计，真系独一无二噶。我有套 Amazing Spider-Man 第二集嘅套装啦，咁Iron Spidey 啦，咁就 Homecoming 嘅衫有一套啦，同埋 PlayStation 即系Marvel 嘅 Spider-Man。其實嗰套衫都有嘅，而家我呢套最新嘅電影版嗰個《花房 Home》嘅腳 suit 啦，咁其實本身就自己就有啲咩咧？其實衫咧就因為係我自己唔識縫紉啦，咁就揾咗啲專係整蜘蛛俠嘅衫嘅公司去做嘅。咁其實而家見到心口嘅呢個 logo 啦，呢啲立體嘅shooter 嘅位置啦，shooter 嘅位置啦。咁呢啲細細 part 嘅嘢，咁其實都係經用 3D printer 去製作啊。我就花咗好多心機時間去製作一啲立體嘅圖線啦，咁其實嗰啲圖線就會比較花時間同埋空間去做嘅。嗰陣時咧就咁趴喺度圖，喺地下度圖，當然係掹實晒、掹好晒啲位置啦。咁呢度擠，咁但係咧擠完之後咧，成個背脊痛咗成個禮拜啦。因為其實主要點解要製作咁多即係 props 係佢俾自己用咧，就係因為真係市面上有啲係做唔到一啲效果，即係想自己想要效果，所以我自己比較奄尖啲啦，咁就要自己親手做去製作咯。另外一個咧就係另一套衫嘅。Web shooter 啦，咁呢個都係未公布過嘅，出面有都好多公司做到好似呢個效果噶啦。咁但係有咩我同佢人哋有咩唔同咧？因為我製作啲嘢係好唔想同人哋唔同嘅，例如即係細至如到嗰個底啦，其實好多人為咗可能想快啲買啊，或者諸如此類，咁佢哋就會選擇去成個磁石黐喺度啦。其實我連個磁石都想收埋佢，就唔會 show 到出嚟，更加貼服喺翻個衫底下。每一套衫，佢哋都有個名嘅，咁即係即係呢套 Iron Spidey 其實喺 Avengers 三嘅時候咧，係 Tony 幫佢製作上到太空都可以活動自如嘅，I'm Peter, by the way. Doctor Strange. Oh, you're using your made-up names. Then I am Spider-Man. 呢個係 for Iron Spider 嘅衫一齊著嘅。咁點解要製作導友燈呢？其實當然貼近原著啦，同埋我亦都考慮幾樣嘢，即係喺唔同環境呢、唔同光度嘅時候呢，因為佢始終去到暗個位置嘅時候睇嘢會難睇啲，因為你會裏面有燈啊嘛，所以我亦都即係盡量令到可以自己行嘅時候唔會撞到人啊。咁其實我就任何時候可以隨時間控制個光度咯。至於製作蜘蛛俠衫，就係第一樣，就係自己真係好中意蜘蛛俠啦，好想成為蜘蛛俠，即係呢個都係童年夢想嚟嘅，因為以前細個如果真係有一個自己英雄人物喺屋企附近出現啊，可以同我打下招呼，其實係好開心嘅事。而家既然有套衫啊，點解唔做啲令人更加開心嘅嘢咧？
咁等更加多人可以得到一個開心嘅感覺。我唔怕攰，因為我覺得見到大家開心嘅笑容，我係好感動。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最靚咧，就係一個笑容。YL Spidey 就好似電影入面嘅 Spiderman 咁，每當社會有需要嘅時候，就會變身成蜘蛛俠，走雲全港同大家影相拍片。佢都會喺 Facebook 專頁預告行蹤噶，想見佢嘅朋友就要留意啦。